剑，他们是双人组的金牌。喵，表演的曲目是《Impossible Dream》。这首直接是他们在城池里面表演的其中的一段。这首曲子啊，他们可能溜了上千次了，十拿九稳啊，非常非常精彩。嗯，无论是表演或是。